北港朝天宫水陆大法会防疫第一，庙方定制10万个7层抗菌口罩，信众索取一空。很 OK。这一次那个防疫是很措施的很齐全呐、啊。口罩与酒精消毒只是基本配置，朝天宫用心打造科技防疫法会，希望让信众多一份安心。主坛里面也用了电子树哈，就是电子树可以清净空气，也可以杀菌。然后我们热感应呢，也是很先进的热感应。在法会的入口呢，还配置有这样一台热显像的体温快筛仪，一旦体温过高，不但会提出警示音，而且会立刻拍照截取影像，以利后续追踪。北港朝天宫水陆大法会呼吁民众配合防疫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，一起祝祷国泰民安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欧阳光辉与您报道。